帅呀！我让他跟你合个影怎么样？不好吧？他最近不是老蹭你的热度吗？蹭就蹭呗。哎，我助理是你粉丝，帮忙合个影呗。好。拥有一个女明星闺蜜是什么体验？你现在这么红，还陪我出来吃火锅干嘛？而且这家店起码要排队一个小时以上。你不是一直想来这家网红店吗？今天被导演骂了，心情不好。你头发这么油，造型做了这么久，就你一个人拖全组的进度。你买单啊！没事，我是你的亲密妇。哦，对了，你得发 vlog 了，你自己拿手机拍啊。你留还留啊？自己拿三分补一补。大家快看一下啊，这个就是我的助理，东西自己吃 ，vlog 让我拍，到底谁才是助理啊？这助理态度比明星还大，有考虑换一个助理吗？他确实不是格格的助理。或许我真的不配在他身边了。最近大家好像对我的小助理不太满意，他呢陪了我15年，在我还是个小模特的时候，他辞去了铁饭碗的工作，义无反顾的来给我当助理。你火了之后你一定要养我，就你这么能吃，那我不得混个超一线才行啊。月怎么了？那个著名编剧找你拍戏了，明天要进组。真的？我就知道你一定行，快去收拾行李。哦，对了，这次很多场大夜戏，头发状态很影响造型，把这个带上。快来，我们家月爷演的还不错吧？导演以后可要多找他。哎，你这头发一整天了还这么蓬松，真是给我们造型师省心啊！你闺蜜真了解你，可以啦，谢谢。完全离不开他了，佳音，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助理，但你是我最最最要好的朋友。接下来这首歌只唱给你听。你火了之后你一定要养我，就你这么能吃，那我不得混了。我也很亲密妇，这样才行啊。我就知道你义无反顾的来给我当助理，最最最要好的闺蜜。恭喜我们家月爷拿到了国企的 offer。 我们家月爷真厉害。那当然，真厉害。不是我生日吗？我有个公认优秀的姐姐，从小我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你呀，就该跟你姐姐多学学，你那成绩能毕业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从小我就是衬托她的一片绿叶，又考了全校第一。爸，我的话。画什么画？整天就搞那些没用的，有什么意义？能不能跟你姐姐多学习？似乎无论我做什么，都不及她的万分之一。恭喜月一同学获得本次世纪舞蹈比赛第一名！哇，真的好厉害啊！那当然，她可是月野的妹妹。恭喜你啊，月野，你妹妹真厉害！就算主角是我，只要有她在，我在别人眼里就是透明的。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只有姐姐一个人？哎，月依依，你进你姐姐房间做什么？我恨她的优秀，我恨。我有个让我非常骄傲的，一的话被 M1 杂志社刊登了，那杂志社可是艺术界最出名的，老厉害了啊！真的？呀，月依，你妹妹真厉害。她有名字的，她叫月依依，月依依。第一名的礼物，你看看我拍的多好看呐、啊！你拍的我啊？不然呢？技术不错嘛，跟焦挺牛的。终于舍得出来吃你的生日蛋糕了，我的、啊，你姐亲手给你做的，你是今天的主角，不是你的还是谁的？嗯，姐，对不起。紧张着，期待着你的回答。我抱着回忆，春秋冬夏。月爷，走，喝酒去。我。哟，小五也在呀、啊。我就不去了吧。女人不喝酒，白在世上走。今晚上不把集美们喝趴了，不后悔了啊。
怎么能吃这个？要想日子过得好，老婆必须要吃饱。想吃什么，我给你做。你在干嘛？这是你该干的事吗？拿我的女人，钱不花光，不准回。老婆不查岗，感情都不查，有查？啊？